安尼家家会较有精神，啊袂迄头毛遐厚。啊，你若无乖乖听话，就是你无去听话，因此。钟女士与就读高中的儿子相依为命，她因为肾脏病住院，慈济帮忙找看护，到医院探望时候也帮忙修剪头发。夏天卡在这是很热的，不能绑更热。啊，你怎么样消薄？消一样很热。剪发志工范瑞英是专业美发师，这一天也到尖石山上帮关怀户高女士整理门面，利落手脚让高女士安心舒服地进入梦乡。他还坐着，对啊，我们还捡过躺在床上的，还捡过躺在地上的。再给你一个祝福，就给你营养品，就买营养品给妈妈。我们来帮妈妈剪头发，妈妈这样比较清爽。同样是在纳罗部落，但妈妈在家门前种了高丽菜，志工帮忙采摘。他把这一片的那个高丽菜全部都捐赠出来，回馈给慈济对他的帮助，捐助那个土耳其来拿来义卖。邓妈妈的儿子两年前突然往生，志工陪伴走出阴霾，也让邓妈妈翻转手心，当个乐于付出的人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薛富才新竹报道。